像雀荣还活得好好的，嗯，啊，所以他们换的时间不同。那不同的时候，他们每换一次叶子，因为换得很勤快，所以它长得很快，然后换得很勤快，所以它怎么样，果实就比较新鲜啊，因为果实新鲜可以吸引到很多人的鸟类，你知道吗？最多一棵树最多的鸟类大概有十几种啊，十几种，所以江湖传说它又叫什么饭店，叫做野鸟大饭店。这是要你要这是啊，我们从事这个工作的人要给他哈一个很古板很那个说，这样说出来你会不会记一辈子啊？所以你知道吗，哎，我就跟你讲，像这种人全世界最可爱的啊。谢大哥，谢长官，来掌声。你们可以看到那个，有没有看到黄色的那个水沟色的，那就是台湾莲蓬草，台湾特有种啊。平蓬吧，台湾平蓬。哎，那另外有两种啊，那个白色的哈，那个白色的呢，现在是开得很好，晚上的时候呢，它又是另外一个景观。哦。没有，发现你很漂亮，皮肤很好。谢谢。哎，还好。哎。这样可爱吧？